家好，我是跑儿队的大哥。我们35块钱买了35斤骨头。今天你看这个骨头还巴适。然后切姑娘。是家那年做稀饭嘛。压的。然后把骨头弄烤出来哦。哇。OK。我还有点炖的，要炖的话你好大的锅才炖的，炖的下哦。我放在盆盆这边的，拿在地下去敲，不是在桌子上面盛不起。你这老古董桌子，你还怕还盛坏了个？这是我们姨给我传下来的，我准备传给我爷儿。大哥，你骨头不洗一下呀？敲骨有的嘛，洗了不是多一圈圈啊？好嘛，这个骨也是硬的个。你这头吃起来好爽哦，跟油鱼差不多。你这骨头看上去好多骨油哦。这像猪油嫩绿耶，每个都像这样，你就安逸了。来，准备一锅水，用来烧开。水开了，把米浓倒出来。把骨油弄干下来，就煮好了煮的化。你有点钱，二回吃不？不要。要的呀，哪那么多？下饭你来啊？要不要放嘛？有水就下。你把干了嘛？这是。再煮几分钟就要来了。点吧，这个香感觉还多香嘞！多给你点儿嘛，谢谢了，哎呀，好久没吃虾了，很安逸。下次多弄点虾。来呀。还是这个骨头，那味道还用酸，没骨头的还不是没用酸的。我再给你留点菜的。我吃两碗菜，弄干净的。这都是好久没吃稀饭了，好吃啊。嗯，流水呢。今天的骨肉稀饭巴适得很，拜拜，拜拜。